是要民主国家吗？我们的新的力量，为什么？因为习近平不断在说大坏话，说的坏话变大了。虽然 POYS 讲话很白目了，可是打人就是不对。感觉公众人物来讲，尽量不要有这种小朋友会学坏的那种形象，而且出手真的是不太对。直击粉丝人寒风牌三小时，乔生 POYS 触犯天条，臭哥海鲜店业绩狂翻涨两倍。72号有吗？73号有吗？不好意思，跟你们讲一下，刚刚已经有登记到98号了。那后面的客人可能要等明天了。醋翻天条外加超派铁拳，双重冲锋下果然超给力。超哥新开张的日式餐厅超甲组连续三天人潮都像这样大排长龙，为的就是这碗海鲜冻饭。我要吃醋饭，第一次来。那怎么会知道这家店？因为头一次被打。对。我想吃吃看醋饭到底好不好吃。对。然后也想要就是自己去。感觉啦，不要听人家讲这样。虽然 POYS 讲话很白目啦，可是打人就是不对。感觉公众人物来讲，尽量不要有这种小朋友会学坏的那种形象，而且出手真的是不太对。就看打下之后，哦，原来有这家店。昨天的业绩有算吗？就比以往再好两倍这样子，人就是有变多。对，但基本上来的几乎都是没有恶意的，就是都是善意的比较多。阻止他们的，然后他们又排一波，阻止他们又排一波。前面超负面评价，这样对餐厅会有什么影响？我们就只想做好我们自己的事，应该做的事而已。基于负面评价，我不予置评。但我们就是想自己努力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，然后呈现更好、更美味的东西给大家。还会欢迎那个帅子来店里再试试看。你说欢迎他来吗？这个部分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哎，因为我们也没有想过说他会来。哎，超哥那个醋饭超难吃。我们师傅的料理都是二十几年的功夫，有特别问过师傅。你说，不好吃，其实是就是醋味没有那么重而已。那一般外面用的可能是什么工盐醋，它的醋味可能是比较重。那因为我们用的不是。工盐醋，所以醋味没有那么重。有因为事件，然后做一些调整嘛，在为那个醋饭味道方面，并没有，就是我们原本就是这样子的做法，所以不会因为他讲醋饭不好吃或者是怎么样来调整我们。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相信师傅的专业，而被直击正在越南拍片吃河粉的超哥也没忘了远洋关心。是他打电话来讲，就是我们这几天营运状况，然后跟我们喊话这样子，就是强调我们就是要休息，然后不要就是太过硬要接，然后把品质做不好。他希望每一个进来的客人都是很开心的出去。他心情有受影响吗？并没有，感觉啊，并没有啊。要靠暴力啊！言论自由可以这样子随随便便，就被人家打了，不管流血为人命，不管流血为人命，不管是谁啊，下一个东西难吃，要被打。自由民主国家嘛，我们的民主力量，为什么？因为习近平不断在说大坏话，说的坏话被打了。基本上来的几乎都是没有恶意的，就是都是善意的比较多。